今天四月二十二号是世界地球日，德国文工英语村将环保意识导入情境体验课程，都让外籍老师带学童进行树苗、个板栗、糖葫古道的进山活动。学童总共捡十外袋的粪扫，将学童自我反省。活动当中，除了学英文，也学到愈来愈重视的环保意识。在外籍老师传了几下，数十位学童种下树苗，响应422世界地球日，保护地球环保意识，还想用英文表达关心地球。1, 2, 3, go! We take care of the earth. Your teeth.文光英语村是提供家己观光以及学童五天四夜英语课程，并以情境体验和学童自然开口讲英语。课程的设计更是配合节庆来推出，学童学到不少英语的用法，提升国际观。不能说 Oh my God， 要说 Oh my dear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来说是侮辱神。How are you？ 花千年点点点的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好吗？你的名字是什么？其实呢，孩子来英语村做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不只是只有英文而已，也是一种国际观的建立。那在国际文化的部分呢，透过不同的节庆，他们就可以有更生活化的了解。根据了解，四月十八到四月二日，这提出活动来自海区的贵高和上海国小。外籍老师以当前热门电影《动物方程式》为发想，设计森林方程式。另外也以绘本、读者剧场、进山活动、自然素材拼贴，唤起学童爱护地球、爱护环境的环保意识。那我们里面会融入介绍极地的动物，去让他们了解现在极地的动物有遇到什么困境或困难，还有用有趣的方式去让他们学习这些动物的英文单字。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一边捡垃圾，当我看到这些垃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人的这些行为真的不应该。当我摸着自己良心说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感到很惭愧，因为我也有做过乱丢垃圾的事情。今天是世界地球日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就多节能减碳，不要常常浪费太多电或乱丢垃圾，保护一下动物们，看体会一下动物有什么感受。我觉得是让他们体验，像是触碰得到，或者是听得到、看得到。当他们跟那个教学的东西有产生连结的时候，有参与感，他们会比较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文光英语村表示，对1903年国国分英文以来，已经提供3000名学童体验课程，提升学童的英语能力和学习独立的成果。新闻客家洪德家乡采访报道。